本嘅角色係一個很好的 combination。其實拍嗰時候，我因為心柔係一個非常之專業嘅演員咧，即係我自己拍之前都會喺度諗，究竟拍嘅時候我會要清場啊，即係會唔會要清場啊，或者有好多要求，但係其實去到現場完全冇咁啊事發生，所以令到我同佢都拍得好非常之順利，所以啲嘢你要多謝心柔。多謝你嘅心柔，好感謝你啊！唔係啊，唔係清場，係一個我都冇除曬衫。我係見到有啲渣喺度嘅。我知道你哋入面都算是飆紅飆紅，所以今天玩這個遊戲都跟訂票有關。中